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6月13日，星期日，天气呢，现在算是晴天，但是远方是有一片很大的乌云，可能又是一个午后雷阵雨的状况。昨天下午的时候呢，就已经回到了山上，那今天呢，当然就要再去巡视一下农场。毕竟呢，接连两天，不在山上，山上可能也，会有些许的变化，我们也要去看看。那重点呢，是应该还是有很多的，东西需要来采收，尤其像芦笋之类的，应该已经长大，因为过两天应该长长了也不少。好了，等一下我们就下去巡视一下，那。顺便看看农场上有些什么事情需要整理的，看起来是草皮的草呢又长长了，可能又要再割草了。好了，那不管怎么样呢，我们先下去走一走，以后再决定今天要做一些啥事了。 OK， 我们出发咯。